炮轰，然后各种出国，报复出国。老板，拿下眼镜，拿去飞。哎、欸，这比赛硬了吗？还是没有。先先飞，不管。哎、啊，你们借我那一台就没有要用了、啊，卖掉，卖掉。我们这整整换一台，空间不够。Wow, super cool.